大家晚上好，继续。5点半，第九章啊，原来还没有第十章，那我录像名字写错了，还是第九章。第九章挺长啊，那一个狗花园完了是个奇美拉的三个房间。晚上好，Citizen。取得狮头和。应该还有个舌头，我也拿到了吧？东西有点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也是六个，六个大零件，六个那啥，要不要做闪光？说起来可以跟商人换那个啥喽，是不是？可以换枪托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尖晶石有那么多，啊，什么东西都能换啊！现在尖晶石掉好多，那个骑士掉尖晶石，大概掉了4、5个嘞。黑色物资大的掉落不需要，红草的掉落倒是还可以。马蒂尔达，救赎圣杯。这要几个？这个三个，这个都还挺少的。2个红色线柱石，这个可以换。黄钻，惩罚者。东西太多了，不多做一点，做了它就不掉了。我一定要，一点都不做，全靠掉。他以为我包里啥也没有，就会给我掉，嘿嘿嘿。Bui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. It's a thing of beauty, isn't it? 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. 5000，好贵啊，这个。All my wares are in tip-top shape. 专家 S 打了没？我还在开荒啊，我还在打一周目普通难度。专家什么的离我还比较远。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之前是到这个房间去搞了一下，拿了一个红色的方块石头，顺便把宝藏全清了。啊，现在还差一把小钥匙开这个，装定式还有一个上锁抽屉。第一代游侠应该是小左吧，不是我。还有那个新研制工作室也做的比较早。这边据说比较难。是吗？画廊有一个蓝牌，然后说起来这个老鼠好像还没有。对啊，改了挺多地方，确实。31发手枪弹，不祥的影子，卧槽，又是那个吧？不会又是那个吧？把我和瞎子关在一个笼子里。等打完再回来踢这个罐子，给的补给会多一点。这里手雷扔一个，是不是会直接定住一个？但手雷不能扔，不能那个炸，不能合成，闪光是可以合成的。
不会吧？艾希伤残了，他也要抓吗？他带到他哪儿去？研究一下路怎么走上去。这边走。抓走了，我看到那个技巧了，一周目就要用这样的技巧好吗？你一周目就用这样的技巧好吗？好可爱。那个不降下来，那个怪会把铁栅栏打开。快点！其实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留在这儿？让我上去！哎呦，不行！快点上去！这个 Ashley 他不争气。墙上用闪光也行，是也行，那不是逃课的方法。能不能快速把这个家伙给干掉？这红衣主教。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呦，还不行，高爆雷，没捡到过。相机模式怪还是要打的，你提前把它闪掉，他们就不会开那个机关了，这样的话你桥也不会降下去，直接拿着东西就走了。这一枪就死了，这次狙不掉啊，你能狙掉吗？在楼下狙不到他。
他死了吗？死了没啊？好危险！没死啊，你原来这怎么没有触发那个呀？死了，还是被他们喊出来了。再来一次，避肉防御，那个不是我的打法，威斯克的手炮打法，六枪手炮对吧？还是几枪手炮？总之就是歪叔的刷钱大法，那个不太稳定，还挺难的。有一定的运气成分，怎么说？对，确实用快点用狙打就好一点。打到手了。这个蒙面的最好了。Oh my God！下来以后可以丢雷炸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丢雷炸呢？我直接在他出来之前丢雷炸不就好了吗？哎，等一会儿，那边有个绿草，我看到了。现在还没刷出来。
哎，怎么又补一个？是同一个吗？这？别躲了。我为什么换了这个？妈！我第一次是一颗高雷加两枪狙死，不用雷，只用子弹，不用雷。我觉得不用，不需要用雷。哎，这人死了，死了吧？嗯，等一会儿。你操！Sorry， 别爆了，我把他狙死。艾水不就不会被别人爆了吗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怎么没打到？打是打到了。哎呦操！这清脆的声音。急了，好了，打完了。绿草先不拿，这不打完了吗？打盾不用散弹枪，散弹枪子弹多珍贵。金贵人狙的子弹要没了，给我掉点吧。准备打白金吗？以后不着急。
啊，狂掉手枪子弹，看到没有？手枪子弹是最不值钱的，一打掉它就掉，一打就掉。我操，红色线路石这几颗了？这几颗了？三颗了，我还用掉一颗。你看，我去，红色线柱石那么稀有，我还以为每个皇冠给一顶吧。哎，这个底下还有东西吧？高难度下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就是打快速评，追求评价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扔一个什么闪光雷之类定住它，非常好用，越不用刷的越少。对，是这样，话是这样说，没错。蓝牌没打呢，一个一个来。掉狙子弹啊！你给我，物资小，好了，尴尬了吧？合个啥呢？这个物资小，合掉一个。手枪子弹、散弹枪子弹、马格南子弹、弩箭雷、乔生才有宝藏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。绿草组合掉，等会儿万一掉红草怎么办？要不把这个合成一下，六个大零件。你看这个地方闪光，看来是可以用一个，因为它用完一个又给你掉一个。意思就是要你在这儿用一下闪光，是这意思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把它闪掉的话，还有没有人过来给你开那个门了？囤这么多物资，对，奸商那儿我还买了这个大，我支持他的生意，我还买了个物资大，我还买了物资大的，是不是？支持奸商的生意。和马格南弹药三发，散弹子弹，还是和物资大吧，物资大奸商那儿还可以买。合个闪，我们掉一个闪又合个闪，合这个吧，合这个。晚上好，好。对啊，桥就不会降下去。那我在想，那我下面还怎么探索？可以，还可以下去吗？因为反面那个门好像是个反锁的吧？上去那个楼梯的门是个反锁的吧？这底下一大片东西，你也不能不拿了吧？这个桥升起来，底下应该还有点啥？也，蓝牌任务完成了。你可以从边上翻过去，这样的，从边上翻过去。哎，我操！等等，小怪会开门。那么大个宝箱，放一颗小黄钻石合适吗？抠啊！来，这儿来个瓶子，不要漏掉。哇哦，你看还掉散弹子弹了，爽！两发两发掉，跟麦林一样，两发两发掉散弹枪子弹。狙好像。还会给三发四发的散弹就两发，太缺了。手柄也在，是的，手柄估计做视频累了，过来 瞄一眼。是的，非常节约，勤俭持家的好习惯。那个主教掉了一个红色线柱石方块红宝，那就这个门吧。这可以从这儿翻过去是吧？
从这儿吗？跑到这儿的话，是不是那边还有路来着？拿完以后，哎，底下怎么有个瓶子？等一下，拿了东西吧，再拿瓶子，漏了一个瓶子。和做个双人解说，有啊，你没看见吗？操，这掉高爆雷了呀！拿完刷个普通一个盾兵，拿完以后让他们开门是吗？啊，这又满了呀！这，哎呦，头疼。把娃娃存起来，对，送入储物箱，好主意。可以远程用储物箱，真爽。本来这个刀如果消耗掉的话，就没这个烦恼了。可惜刀也没有消耗掉。其实弓弩枪也可以存掉，现在阶段已经不是那么需要那个弓弩枪这种东西，神子弹，也尤其前期村庄的时候还是需要的。高爆雷，核子弹可不能核。核子弹一核的话就不给你掉了。小手的用处很少，是吗？非常 easy。I'm good, thanks. 艾舍这次，差点没看见。哇哦，直接捡到三发，我的喷子子弹居然有朝一日堆满一盒了，想都不敢想。同学们，这就是勤俭持家的好处。这个时候狙的子弹也有十发了，他还给我掉了。手枪打盾太亏了，还行啊，手枪子弹反正多呀，怕什么？哟，火药有满，哎，这还多一发呢，喷子弹多一发，那如果早知道就用一发，可惜没有早知道这种事情。喷子一枪破盾啊！我知道，喷子有大用处了。喷子，留着留着。好肉没了吧？这门口的罐子也打掉了。这个地方画廊已经摸干净了。这个大老远这儿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。对，底层大概是矿坑、墓穴什么的。把弓弩存起来，好，可，哎，等一下，他说图书馆里有老鼠，我这个任务没完成呢。是骑士厅里杀了一只，宴会厅杀了一只。照理说这个画廊应该也有，怎么有啊？
图书馆下一章呢？那我在大厅里已经杀了两只了，就这两只吗？再来一只，我不就任务完成了吗？这还有啊？对啊，杀老鼠和蓝色吊牌，蓝色吊牌已经完成了，可以交任务，但是老鼠没杀。图书馆才有，我这已经杀了两只嘞，还差一只就完成任务了。这儿应该看上去就没有。对啊，可以换枪托了。枪托能存掉吗？换出来以后就一只。脖子酸。So that's a request done and dusted, eh? A job well done deserves payment in kind. Ooh, yeah. What are you buying? 要换这个吗？换了这个的话就放不下枪了，弩了，只能放回去了。把弩换回去。要等 Ashley 打完这任务才能完成。啊，你说图书馆吗？堕落雕像。I'll buy almost anything. Thank you. 合作的宝物拿了没？拿了，就要爬进去吗？用它垫一下，中改券给了红酒。中改券给了红酒。35,000，要不匕首升一下？还是说好像感觉一般般了，现在不是那么需要。5000。这么喜欢红酒是？25,000，65,000，我操！最后一点点不想升，太贵了，经济账算不过来了呀。射速快，射得快才是硬道理。皇冠不卖吗？卖啊！但是钱现在，说实话也不是很缺。等到时候升麦林的时候狂卖，全给他卖了。4.6、5.3。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, mate. I'll see you right.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升一下这个了？6万。We're starting to get an idea of your tastes, friend. 这个两个要一起升，一共18,000。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,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. 麦林升级死贵，是的，死贵。麦林等到后面要用的时候再说，现在先，我买是买了，放到柜子里了，不用。给老居。已经用掉了我已经用掉了那个高级券，就是红酒用掉了，已经改造完毕，看到没？19,000。Time is money, mate. 把麦林子弹留给右手就行，右手不是火箭筒轰一发吗？右手有必要杀掉吗？反正杀一次就够了吧，然后独挡，然后独挡。我想的是右手杀一次，然后拿到奖杯独挡，然后不杀他走了。
杀他掉个啥呀、哎？红色现柱石吗？又是。而且我记得原版里面右手对于这个麦琳的抗性非常非常高，大家制作人知道你肯定要用麦琳轰他，所以给他麦琳调了非常低的倍率，掉三万，火焰筒一发八万，不知道没买过啊，八万块钱，给三万，八万轰他，不划算的，傻子，黑尾。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, mate. I'll see you right. 都快到顶了，威力。剩下，有钱。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, stranger.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. You'll see.五万六万，现在最救生最贵的几个没升了，都是威力的最后一格没升，其他都升了。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, it's a thing of beauty, isn't it? 低难度冻住后配满铁喷十三发解决，铁喷就是震爆枪是吧？哦，这样的。我们把这个送回去吧，我觉得确实是不需要的。弓弩枪、急救喷雾、折翼蝴蝶，已经升了两发这个弹容量了，现在还多四发子弹。我本来是想着把它弹容量升上去，然后把麦琳子弹填进去，这样的话系统又会给我掉麦琳弹，但是升的没有掉的快，升的很贵。不升级的蝴蝶19发呀，我操！那你为什么要不升级呢？蝴蝶肯定要升满以后再开枪，这一发子弹多少威力啊？嗯，15威力跟20威力能一样吗？你这不升满开枪就浪费啊！每开一枪心都在滴血。这个喷的是个奇数的容弹量，有点难受。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, friend. 啊，一般。哎，嗯，容弹量。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. 麦琳是暴击，沙鹰是瞄准快，对，沙鹰收缩很快，蝴蝶的那个。你指望随机掉？我操！我随机掉了4发了，好吗？有一个是箱子开出来的，然后可能随机掉了2发到4发，我不记得具体哪一个是哪一个了。花园里面有一个箱子被我开出麦琳了，然后在打那个红衣主教，全在第一次遇到红衣主教那个地窖里面，我也拿到2发捡的箱子里，2发2发掉啊，哪里1发1发掉了、啊？你们不对。Welcome.随机掉的呀，因为我那次打了好几遍嘛，有一次就掉了那个麦琳弹。花园那个我倒是不确定，因为我只打了一次，他掉了麦琳弹，一个箱子打开的肯定是不是固定的。然后那个酒窖里面那个红衣主教那里有2楼有个箱子，我打开是个麦琳弹，每次都不一样的，就有一次是麦琳弹，我赶紧存了。嗯，我要干嘛来着？交换红酒的这个枪托。
来。His gun will look great with that attached. 惩罚者，惩罚者不换，后面留着换什么火药之类的东西好了。有固定刷的吗？我也想知道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只要 retry 足够多遍，就会掉。你看我一周目打的跟录视频一样，打的有点亏，浪费的子弹多，我就独挡了。我抠着呢。我刷了好几遍，我刷了可能都不止。不能用好几遍这种词来形容。骑士的圆桌骑士乱布置，刷宝，刷什么？刷宝。圆桌骑士，圆桌骑士乱布置是啥东西？不知道，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。哦，没玩过。Let's go. No problem. 很准吗？这个好像比原来小一点，稳一点，稳吗？收缩快很多。比较一下。对，快很多，确实快很多，而且会晃来晃去。装了枪托以后，完全不抖啊！你看我用的老狙和喷子都是很不占格子的，就是把格子给红酒了。红酒一共占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格呢，占的比狙还多。啊，狙算上瞄准镜也比他多。三格的还有没有三格的东西啊？啊，这个雷得放上去。等一会儿。三格就是大零件是三格。倒放这儿我觉得不太好，不美观。要么竖着放。把这些东西挪过来一点。好，然后这边留点空。
但这样的话，高爆雷是不是？不买点宝物升装备吗？升哪个？还有哪个装备你觉得要升？我怎么感觉差不多了呢？红酒不升满吗？要升满吗？升满也不是不行。老狙，改满，但是老狙要两倍，要改出那个终极改造的那个东西了，对吧？那才强，一般的也就那样。说高爆雷要站两排呀，最好留到，再留一格出来，是吧？如果把刀放在这一排，对啊，你要把那个隐藏的给改出来，改出来以后就有点像那个麦琳了，因为他本身对弱点就有强化。刀用坏了就有地方，又有地方了。五发弹容不难受吗？你怎么强迫症比我还严重呢？陷入沉思，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难受，它不对称，最好再来一个小的那个零件，然后把这个大的零件给替换掉。这样放。这样行吗？这样比刚才好看一点。这里再来一颗高爆雷就完美了。啊，这里再来一颗小的雷就完美了。装弹亏一发不能忍的，那不是偶数啊，是不是？都，装弹都不是偶数。Welcome, Wilden. What can I do you for? 不是偶数。叫一万九，然后这个最好也升一下，九千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那怎么办？ Lack of skill. 要卖这个王冠嘞？我没东西卖了。I'll buy almost anything. 把王冠卖了吧，10万。哇，他终于说出这句话了，呵呵，原版，致敬原版。是的，有个成就，我拿到了。这个其实改不改无所谓吧，9000。
就是塞两下和塞三下的区别。九千不贵，改了吧。5.3，4.0.7的威力，这个是将近一的威力。6万、5万，果然这把贵一点。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,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. 最后你说是把散弹改满还是把老狙改满？就是这个高级威力，我估计最后只够一样，还要留着二周目买火箭筒呢。把这个升满，红酒。也不是不行，6万5，真贵。上来。对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卖，没关系啊，以后卖，还能升吧，升它干嘛呢？我也不用。好，舒服了。这里其实可以放一簇弩箭，是不是？可以放一簇弩箭，到时候再配合弩箭雷，打到后面升满三上，手上的三把武器应该是够的。但是我还想留着二周目的那个惩罚者，我要把它升满。二周目不是要打手枪刀的那流程，提前做好准备，一个是无限耐久的小刀，一个是惩罚者。在通关前升满，这里存养，39次。这张战打了好久，包括打靶的时间。好，装上。这个不能用。基美拉不是这个样子的吧？我无所谓了。躲子弹呢，特工好帅，工资高，打算全成就，是的。哦，安史里环节到了。有三个宝箱，一定要拿。这样的，救出李阳，啊，谁救谁？全成就肯定是要全成就的，但是。照亮前方，照亮啥的，啥也没照亮。最后一只老鼠在这里，那我怎么打？ Ashley 没有武器了，好像。哦，这一大片全，就这三个吧？哦，不对，这是上锁的宝藏。上锁的宝藏，上锁的宝藏，这个，还有哪个？这个吗？不是吧，不是，是这个吧。
等让李阳打。这里有宝藏，不在这一层，在上一层。后，那也就是说，李阳还要跑到这儿来拿东西是吗？行，走。艾水拿到钥匙，把宝箱都开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一定一定，我玩的这么慢，不可能漏掉。那么多头头，吓死我！别说话，艾草，有精英怪啊！听到声音了啊！听到土老鼠的声音。是的 M4 Is that a clock? 这个敲掉敲不掉，指定的时刻解谜了呀，这应该是唯一解吧。It's broken.M4 铠甲锥慢不下来，M4 满改单发比连狙还高， M4 是这个突击步枪，哎，但是那个瞄准镜是不太行。我操，这什么地方，这我感觉会迷路。真正的打字机等有猫耳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用 M4 爽游了。哦，need a key。核能。它这个可见度也有点低，明明有一盏灯，这个地方应该很亮了，那边还有一个灯呢。不会吧，我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吗？要 dead end。 这过不去，老鹰这个地方是干嘛用的？哦吼，就是这个。电梯，这个是个落地钟，这个是二楼的上锁的宝藏。那应该就是这个和这个，然后可能这里两个里面有一个是，大概，是不是？好，路探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这个不是只有艾什能开，因为他钻进来。对，我知道有个台子可以放灯，我只是四处转转。这些蒙着的那个布的，哪一个会复活？啊，然后呢？我拿掉会怎样？
不能拿掉。好，我觉得会是个节点，可能要下楼以后或者上楼以后会出什么东西。时刻注意左上角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及时存档的那个。哎，钥匙串。Oh shit！ 四把钥匙，金属环上串了四把钥匙，就这个吧。有个台子可以放提灯，盔甲活动的声音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李阳来开的吧？妈的，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哦，原来这一个还不是啊。那 Ashley 的部分锁孔，华丽锁孔，它只有华丽锁孔的才是 Ashley 开的，其他都不是。比如说这个就不是邦尼锁，上锁的宝藏宝是吧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锁，是吧？三个宝箱，这样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有点忘了怎么走了。是最贴着最左边吧？进去以后拿着东西要再出来的。开了再说。哪个呀？是我操，这着急了。巴士怎么看呢？这是两条鱼，一个一个是吗？这是不对吧？是这个。哦，是二三四一。电梯是不是也可以开的？我还要开电梯吗？是不用开电梯。我的目的是落地钟。哦，那就是还是要找谜面是吗？谜底。哎，他绕到那边去了，刚好。我操！我还有啊，我就知道。他应该这个地方做成蹦迪，这样就刺激了。骑士怕光吗？他不是戴头盔了？我就拿了一个，还有兜子吗？这个是拿不了的，这个拿不了的，方形锁孔，我就拿了一个，后面还有的吧。不拿灯罩，有成就。交互是无敌的，对，交互是无敌的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哪一个？这个吗？灯放上去，楼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说这一个桥段还有一个吧 ？Asher 部分一直是很精彩的。Leon， Asher， are you okay？ Hang on， I'll figure something out。乱叫，这个成就灯有了盔甲在哪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先不急。这是几呢？这儿有个钟。萨拉扎家族的徽记，地下陵寝宫，被诅咒的盔甲，蓝色灯火。
不对，这个也不对啊，是这个吧，11.04，懂了。Maybe. 这里有一个抽屉，对了，翅膀的。好了，已经拿两个了啊。盾形凹槽要拿最后来的吧？这个地方是，落地中。方您所归，那刚才那个地方地下还要不要回去了？还是要回去吧？还是先走这边？反正11.04这两边都可以开了，是吗？11.04。有没有快点的方法？还有一个钟，是啊，还有一个钟呢，怎么办？就是这个钟，那要不要再回去搞一下那个钟？等一下，其实解谜后前面有宝，过到右边屏风有宝，这个用先拿吗？刚才看到一个，是啊，还看到一个，怎么办那个？这个第九章怎么那么长？还是第九章？